台南永康兼行中卫区对1802年通过都市计划了后，伫咧1806年9月核准征收，完成兼行国中的设立甲道路的拓宽。规划公园绿地、停车场、道路等公共设施。市府地政局伫咧完工了后，也办理永康兼行国中附近区段征收工程启用典礼，正式宣告区段征收范围全面启用。但永康兼行中卫区面积大约56公顷，地点临近中山高速公路、永康交流道、三民街、永安路、永康物流甲惠文市地中卫区以及工业区边界，有几个公园绿地、停车场、道路等公共设施。市府地政局伫工程完成以后，是办理永康兼行国中附近区段征收工程启用典礼，邀请市长吴怡提、市员杨忠雄、李定国、永康区长陈胜兰、当地侪位里长等人，共同为启用典礼进行剪彩仪式。请剪彩。地政局长陈淑美表示，该地区自从1806年通过都市计划以后，伫1806年9月核准征收，伫完成永康国中的设立甲道路拓宽，将当改善永康区甲安区之间塞车的问题，并且工程品质也得到公共金质奖肯定。永安路，它长期以来呢，它就是有这个交通拥塞的问题。那在这些问题呢，我们透过了都市计划以及相关的工程的规划，把它一一的克服跟解决，那么才有今天的一个启用典礼。所以这个案子呢，第一个开发效益是我们取得延航国中设校所需要的土地。那并且呢，在区段工程办理的期间，我们就把土地先交给教育局来进行学校的新建工程。那所以呢，今年度学校呢也顺利的招生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今年度也整个全区的工程也完工启用。对延航中卫区的开发，市长吴怡提表示。该区段伫永康大排两边有来立碑画，提供休闲甲防洪效果，以及三座地方伫改善容易淹水的问题，提供面积大约31公顷作为住宅区、商业区用地，解决永康地区人口成长用地需求。在这边不仅有滞洪池，可以让地方上对于水患的部分可以稍微有一些工程施作，可以减少水患的。这个侵扰之外呢，另外一个也这个滞洪池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新的游戏空间，游憩空间可以让亲子活动或者是许多休闲的地方可以产生。另外在社区的功能方面，那我们不管是道路的施作品质、耗资的施作品质，以及相关的一些绿地的部分，我们都保留相当的这个部分。而且延航国中在我们区段征收完成之前就已经完工了。所以可以让大家在教育上、在生活技能上都一应俱全，不予匮乏。永康延航中卫区伫完成启用仪式以后，也正式宣告新设延航国中区段征收范围全面启用。也因为靠近交流道，交通非常便利，要到台南科学园区只要15分钟，因此未来开发甲发展是予人相当看好。记者肖建伟永康区采访报道。